到我们新彩美学讲堂。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有一个很帅的来宾坐在我旁边？他是乔凡尼。大家好，乔凡尼，大林，乔凡尼。对，乔凡尼呢，他其实是武艺的 chef。那今天呢，我特地邀请他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整个空间变大了？其实我特地拉到我们台中星光三月百货，在整个十楼特卖的一个展场，让乔凡尼可以亲自感受到我们的家具。乔凡尼之前看到我们家具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很日式风格，日式风格，它又不是典雅的感觉，典雅，典雅，有没有迫不及待想体验呢？有。好，乔凡尼今天选了四个作品想体验的，我们一起来看他选了哪四个，好不好？走。好，我们乔凡尼呢，其实我觉得当主厨呢非常重要，是要很敏锐。除了五官很敏锐之外，我觉得触感的细致度也是主厨他会坚持跟体验的。我们来先请乔凡尼分享一下，为什么一开始就选到这个沙发？因为我是二十七岁的，依然就很流行，高啊。是哦，所以我们这个佐助川町设计的这个 Woolux 系列的沙发，我们一坐的时候就是被它接上去坐，然后触感也很好。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你选一些食材的时候，你会用手去分辨，就是说这个食材有没有错？会啊，肉类。哦，所以难怪你触感也会特别的这个去细心的一个体会。那这张呢，其实它除了当然是牛骨之外的概念嘛，它其实如果、家里现在很多人家里其实客厅有时候也可以当空手来的一个停留的地方。如果这个抱枕像泡泡这一排，其实这个一个是2.35米的长度，235公分，所以现在如果真的临时来的家里需要住一晚，那可能就蛮好睡的，其实是没错。所以这个做起来整个支撑性很好之外，好像也很放松。对，关键是沙发，有的沙发你坐起来会坐起来这个完全不对。哦，真的，太好了。它其实是因为乔凡尼之前也是在意大利待过，那意大利沙发当然也那我们的日式沙发反除了结合明治的概念，但是也结合东方人的形式，所以做起来是非常舒服的，是太好了。好，右手边这一张也不错，我们试试看好吗？它也是佐助川町设计师同一个系列，它做的是休闲椅的概念。这张可以用来做刚好手张的比较好，是不会太高。所以旁边如果买个小茶几，喝个威士忌啊，抽个香啊，也不错。我们那个是佐助川町设计师在设计这个，它系列刚好有乌云翅膀的概念，所以它其实很多延伸性确实有翅膀的概念。它整个高度跟幅度的概念好，得到两个赞了。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来，我们第二张作品呢，乔凡尼小小来到，他在摸什么呢？东摸西摸前摸后摸，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乔凡尼，刚看到这张板凳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你会想摸它？因为我本身对木头比较尊重，喜欢。然后看到这个木头很奇怪，然后你就想去摸它。所以你看到它的树，它长得树皮就想去摸它。那你看到它这个树的纹路啊，都是什么自然的，就是都有它。
做过人工智能。哦，厉害！这个没错，像这个啊，好像画这个长院嘛、啊，它其实我们在纹路啊，它葡萄那个树龄应该超过80到100岁，才有办法形成这个纹路。对。所以其实如果家里有这样的长凳，好像跟大自然之间距离更近，对不对？对。好，我们板凳摸完，长凳摸完之后，好可爱。touch 我们的卡卡玛餐桌的概念，因为刚才跟九班姐聊，他其实平常他的手感也要在，应该请问一下，我们他煮肉类的时候，怎么决定他的新鲜度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牛排或肉类，如果被煮出玛莎拉鸡过之后，可能会更柔软、更好吃。所以主厨其实习惯看到这么美的桌子。那我们现在摸完之后有什么感觉？这次的是你都可以让这个桌子都是自然的木板，是。这个刚好是看到树脂，对。也是它4.5块完整的空间，没错。然后它这个我们可以做的是背景，所以我们是画这边是空间，因为这两个颜色上的基本让它造成一个情趣的效果。而且我们的桌子其实你摸侧边，它会有背景的效果。像这个树桶，它这个是 embodied， 因为我跟胡桃木两个树桶其实不一样，容纳性不一样，它要做到这个爬行，其实还是要考虑到非常的精密，所以这也是一个工艺。而且他们的桌边桌角都很锐利，是，所以感觉很舒服。你坐那边，我坐我们的凳子，我们感受一下整个餐桌的高度跟。真好坐。是不是发现那个扶手只有一半？我待会跟你说，你猜为什么只做一半？还有两个秘密。这样。我也不知道，台湾人很少看到短扶手，但是日本人居家短扶手蛮常用的，我待会跟你说。所以其实像这么长的哈卡玛餐桌，它好像可以当工作桌。好，很不错哈、哦，真的。而且我这一张，你看，我觉得它好穿，手镯这边直接穿。好，我来试看，为什么它要做短手镯？它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呢，短手镯呢，摆在这呢，它可以，现在有流行扫地机嘛，所以它有个空间，它可以直接挂到餐桌。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好处是，你知道日本人早期啊，做菜因为都是妈妈在做菜嘛，哈，然后他吃饭是用的，他可能起身要拿下一个下一道菜，或起身要拿下一个餐具，他只要推开之后。因为我可以不坐在这里，吃一点，很平均的走出来，就可以去端菜了。所以其实呢，这个呢，我们有采访总务川清大师，他说他当初的用意真的是为了这样，方便取餐。你试试看，起来的时候你给我侧边看看，感受一下。待会起身的时候啊。
还是聊到外婆去了。啊，我们去为什么选这一张摇椅试坐呢？摇椅，哇，反正下班，下班然后在家想放松，上去摇椅的话，是。所以我们说是一家就是说是疗愈性商品是吧？在这旁边再买一个冰柜，可以看书啊，可以买个小茶，干杯茶，咖啡。啊，那就是我们乔凡尼躺在看书。如果在哪里啊？介绍这里就很帅。小睡啊，想休息。因为西班牙人一个午睡啊，都可以拍完一部电影，所以午睡对欧洲人很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人也慢慢鼓励大家可以分段睡眠，所以如果午睡呢有这么好的椅子相伴，应该也是不错。那我发现人家这些人是特别设计过的。哦，这个要给乔凡尼拍拍手。还是我们三张作品就放。而且这个不是平，就是有个弧度，然后是说，不是。太好了，是这张大这张作品呢是渡边利大师、林里大师设计的。它其实我觉得好处是它整个摇动的力度特别大，好像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缓缓随着那个放慢速度就能睡着。而且它整个的腰的部分跟头枕啊，可以调整很高，其实蛮好的。而且它腰跟背部的那种弧度上嘛，是不会太凹下去。太好了，好。那我们右手边刚好也有一张，我们试试看，摇跟不摇之间有什么差别好吗？看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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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张，不是。因为我是亲自亲煮煮出来，真的很完整的诗作，我其实自己都没发现那个啊，太棒了，好棒！是是是，哇，太专业了，很棒。所以它的触感跟刚才差不多，好看吗？两个摸起来，你觉得怎么说？是，所以感觉这张自然是更棒的一支，所以其实这张应该也算艺术品了哈。因为确实这一张当时也是等于是特别定制来台湾，让全台的朋友们有机会感受到家里的书桌是可以很不一样的，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好，那今天呢，我实在太开心了，崇文你可以。亲自来见证我们的作品，那好朋友呢当然情意相挺，但是呢我也准备一些神秘小礼物给他，这个是 Naturita 做的小菜一碟，这个是柴烧，所以纹路很特别。然后呢你知道所有正品都要讲高级两个字，虽然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这个是高级顶级不同的，让你健健康康。然后这个呢，然后呢，这个是那个高级手工肥皂，让你可以洗香香。对，再提问。虽然呢，这个是礼轻情意重，其实居家生活呢，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乔凡哥来，让我们感受到整个的情境。那也许家里呢，如果你需要添购家具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下，触感是不是更棒，或者是整个的造型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那我们请乔凡哥分享今天。整个的感觉，今天整个感觉，那个日本设计师真的很厉害，就是他设计的不只是，就是有时候考虑到人体工学，而且用的木头会享受，会用每块木头它的感觉去做它的家具，真的太棒了。好，阿小弟要不要带朋友一起来试呢？一定要啊！好，OK。那我们新材美学讲堂，下次见喽！我是 Rita。